日常素食，中午自助餐，黃大仙中心北館二期。今日去日常素食，食中午新派自助餐。餐廳位置坐落於黃大仙中心北館二樓 N201 號。餐館喺中場開放式位置，佢嘅側邊有一間大快活，好容易揾到。今日我哋團體包咗場，係由11:30食到12:45，共90分鐘。可以容納約150人同時進餐。外部展示營運的時間包括了清潔和過場的時間。自助餐價錢分開時段有成人、小童和長者價。大家早了15分鐘入場，可以唞一陣。飲料烏梅汁，普洱茶、羅漢果茶，沙律區有前菜、沙律同埋配料。熟食區有銀針粉、紫色白糖糕。煎炸品區暫時煎得有春卷、蛋散等，其他應該在這裡準備中。上海粗炒麵、滷水豆腐、芋頭、茄子豆腐、南瓜、上湯津白、白菜心、炆蓮藕、炒菜心、四季豆、豬腳蛋薑醋、今日我哋包場，所以全場爆滿。各式各樣嘅炸品出爐啦，煎腸粉、脆片、炸齋蟹鉗、炸齋生蠔、反沙芋、芋泥齋魚、豆腐雪糕、桂花糕、椰汁糕、滷水豆腐和南瓜、上海粗炒田園炒飯。大家吃了超過一個鐘頭，團友陸續離開。整體來說，食物質素不錯，平民化，性價比高，
值得推薦。